哎，那个美女，你在这拍照吗？帮帮忙好吗？就是我这边帮我拍张照片，就是那种工作照那样的。我才来武汉出差。啊，对，然后就帮忙拍一个照片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还挺好的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好，帮忙拍一张，拍帅一点的，就那种比较有意境的那种感觉，可以吧？啊，刘亦菲呀！啊，刘亦菲的电话。哎喂，啊对，哎我是在武汉，哎呀，不用那么客气吧，拍帅一点就好了，啊，那个刘亦菲给你打电话了，谁打的？刘亦菲，哎刘亦菲，哎喂，啊，哎对我是在武汉这边。啊哈，啊哈，好，叫我发朋友圈的。啊，电话，刘亦菲。哎喂，喂，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我是在武汉这边，对对对。我的朋友啊，哎对，这个角度可以，你给我拍一张。啊？谁？真假的？啊，刘亦菲是吧？哎。啊？喂？啊！哎，对，我现在是在武汉，没事。没事呢，啊，对，明天的活动，对，哎，好，没问题，啊，好，对，真假的，啊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像是搞艺术的人啊。是这样的，就我们那边在拍一个恶搞的视频，可以看一下，对，摄像机在那边，我们拍一个恶搞的视频，哎。好，谢谢啊。